过《梦华录》的人，没有人不为男女主的互动尖叫的吧？陈晓和刘亦菲的合作，也可以说是《陈娇侠侣》剧迷的狂欢。杨白、小龙女和杨过的合作同框，可谓再续前缘。作为颜值扛把子，两位主演在剧中可谓是配一脸，不仅台词极限拉扯，动作也相当暧昧。这若即若离的氛围感很难不让人尖叫。剧中赵胖儿受伤后，顾千帆亲自上药，看老婆的眼神就像在拉丝，动作也十分温柔。刘亦菲演的赵胖儿有许多小表情，又仙又可爱，而陈晓表演时也能压住她的仙气，直勾勾地盯着她，察觉到她的心情变化。人前活阎王，人后小奶狗的设定简直是剧迷的福音。无论是开播前两人一梦入眸的 CP 海报让人一饱眼福，还是播出后两人的互动互判生辉，这对官配都一扫网友的质疑。使其纷纷留言，最爱的姑姑遇到了最爱的杨过，谁磕到了，我磕到了。希望这对俊男美女 CP 以后也能多多合作。